把气源接上去，然后这里把门打开，打开我们气压根据室，0.2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接上去，把这个一条接反。这里跟这条接，这里气压调节，调节那个气压，调那个力，拉一下。就这样，我们先设计点这里。选择这个，选择测试方法，以50度25分间，然后以25分间绑定1分钟，我们可以根据要求这个时间要拉多少？气源怎么样？然后这个气源的话，我们调到0.5。中间换位置就行了。七年测试。Thank you.